你好。你好。那啥，我是熟人介绍的。啊，300。啊，是300。不是，我是王阿姨介绍的。啊，王阿姨，188,000。啊，188,000这么贵啊？啊，那个你有车吗？不是，车有啊，有。啥车呀？我这个车吧，比较厉害。嗯。怎么说？既环保，而且还是新能源，而且还是无极变速。啊，人力三轮车。那有房吗？那房子肯定有啊，谁家没个房子呀？啊，那房子在哪儿呀？我的房子占地30,000亩。哦，里边绿化，海景房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传说中的海景房。这么好，啊，哪儿呢？啊，那。看到没有？那不会是那个吧？看到没有？环境多么优美啊！依山傍水。哎呦我的妈！是，咱有存款吗？存款有那么一点点。那工作？我的工作吧，就是资源整合再利用。嗯？啥意思？拾破烂。不是你个臭拾破烂的，你出来消什么情呢？浪费人时间。不是，哎。那180,000不行，300的先体验一下呗。